要有充分的性知识来保护自己，因为你有月经代表什么？在医学上来讲，就代表他能生孩子哦。以前的人是十三四岁就嫁人哦，不要以为你们今天这种年纪哦，哦，什么事都可以不懂吗？哦，在以前你们势必要懂，而且呢，你就是要担起一个家庭的重任。你知道孔子啊，他们那个年代结婚的年龄是几岁？你知道吗？依照规定是十三岁了，所以十三岁你就要懂得怎么样子去成为一个家庭的夫妻，要怎么样子让这个家庭能够有一个家庭生活了。哎，今天你们都已经几岁了？已经超越他那个年龄了，你们还在这边读书，撸塔撸切，他切他切哦。哎，可是没有办法，因为你没有经过这种所谓熏陶文化的熏陶知识的累积，那你生活会有缺憾。你没有一个好的尝试，没有尝试也要看电视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你没有看电视，你真的有很多电视上对的也要吸收，错的我们要把它摒除。那女生也有像这样的，现在你们比较喜欢这样，叫做林志玲姐姐的身材。志玲姐姐变成今天被包装的性文化，大家要学习她这样哦，干干扁扁瘦瘦像纸片人。哎，纸片人不好呢。我是一个外科妇产科的医生，张医师很清楚地告诉大家，如果你的身材真正的变成这样的话，那糟糕了，你的荷尔蒙就没办法储藏在你的皮下脂肪，太干干扁扁了，瘦巴巴的，你结了婚以后，就算你怀孕哦，你也可能因为太瘦，女性荷尔蒙跟黄体素不够，你就会流产，就会落胎了，孩子就开始腹中，所以这个是事实啊。所以如果你的阿嬷阿公以后带你去相亲哦，哎，男同学，以后你二十岁以上，爸爸妈妈叫你阿公阿嬷带你去相亲哦。哎，阿公阿嬷的相亲跟我们看的不一样，我们看的是这个人的美貌，阿公阿嬷看的是对方那个屁股大不大。哎，如果大屁股的哦，这个赞，这个也生囝。啊，如果看到志玲姐姐这种的，哦哦哦哦，哎，莫莫，可以绕开。哎哎，这个是很公道的话哦，同学，张医师只不过是用医学很残酷的点出来，人。你的生活本身只有两个目标，食色性也。食是干什么？吃啊，吃要干什么？要长大，长大要干什么？长大成家立业啊，成家立业，哎，阿妈来读册啊，好像你们来学校读书，读读读册没有关系，但是书中自有什么黄金屋，还有书中自有颜如玉。你看，很简单的，你来好嫁，哦，你来嫁好啊，娶好公，那个目的是在传宗接代，因为食啊，让你吃了会大汗，让你吃了能够健壮，你的新陈代谢旺盛，到了青春期，你生命整个改变，生命的改变才能够让你能够传宗接代。偏偏到了二十世纪，有一个叫做黑死病。那个二十世纪的黑死病比 SARS 都严重，当然是比今天的新流感或者本来叫做猪流感哦，它那个猪还不叫 pig， 它叫做 swine，swine 也叫刷地了，哦，那个 swine 刷地的病毒，很厉害的病毒，在墨西哥死了人，还好，它现在传到台湾的是比较弱，所以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，问题。是这个病毒，它的对我们人的杀伤力都还输给艾滋病的 HIV 病毒。人类的艾滋病毒，它的杀伤力远高于 SARS 跟 H1N1， 这一点同学要了解。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志玲姐姐这种被包装现代的次文化，你就真的学习它这样，因为这样的话，讲真的，你的发育不好，将来。你也会女生月经越来越少，男生干干扁扁瘦瘦的，
不像一个男生，你的肌肉不够强壮，你变成霸爷啊，不是土鸡啊，土鸡啊，放在山林里面这样火种，肌肉很健壮，对不对？问题来了，食色性也，嫁大汉了吼，啊，但即摆，要娶某生囝，要嫁人啊吼，那叫色，色就是不是只有指色情，色是代表你的性，在头脑里面，你的脑下垂体已经成熟了，那个讯号通知你登大人啊，早就登大人，你不一样哦，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。国小五年级以前，你懵懵懂懂，什么都不懂。现在国一国二，你什么都懂。你们不但要懂，而且要面对很残酷的性的诱惑。性是什么？刚才老师讲过哦，性就是竖心旁那个心脏哦，我们把那个心脏那个竖心旁，然后有生命。张医师在给产妇做超音波扫描，肚子里面的娃娃哦，如果是男生的哦，很色，在九个月那个男生就会勃起。不只会勃起，我告诉你，还被我偷看到，那个男生手还要去摸呢，娃娃大到回来会，哎呦这样啊，天哪，怎么那么色？没办法，因为天生本色。好，同学，我现在是告诉你什么？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哈、哦，还没有出生，也没有看过 A 片。他就有性，因为性是一个快乐原则，性就是你的荷尔蒙，你身体里面产生的性荷尔蒙，它是一种脑内的吗啡。同学要记得哦，吗啡是毒品的，为什么很多人吸毒，他没办法放弃，他也就抓，我乖啊，我干，我只对我还假动。今天台中监狱里面关的70%，十个里面有7个都是吸毒的烟毒犯，他们也懂得不好，可是他放不下，因为只要没有毒品他就难过。最早我们的毒品是从保济丸里面的孙悟空啊，然后变成安非他命，安啊，你看你说安啊，我记得这笔钱不要紧啊，哎，哈这里来，足好的，你知道你读书啦，好爱困哦。安呐、啊，还可以六步，六年爱滚，六年两三天都不用睡觉哦，嚯、哦，补起来成绩很好哦。哎，同学，有人就真的、哦、去被骗了，不管用吸的，不管用吃的，当然比较严重是用打针的、哦，很便宜嘛，保济丸那个小小的才1-2千块，有的还叫同学哦，家长叫同学来卖给同学，当然那个后来都被抓到了。孙悟空、安呐、啊、那些东西都会刺激你头脑会比较清。然后你就可以不吃东西不喝水哦，居然能够撑好几天，去往他人家都在动物啊，你还可以在那边啪啪啪啪啪，他太厉害了哦，我去拔掉那拔掉的人哦，大家都会动物啊，你也在那偷偷拔白，因为你没有动物嘛，没有睡觉然后作弊，所以他有很多的利益，甚至于塞迪亚车，如果从高雄把那个猪送到台北，你只要抓过一台迪亚车500块奖金，所以你要快，从高雄到台北以前抵押下大概最少要8-10个小时，所以这个中间呢不能睡觉，他们就懂得到哪一个槟榔摊，那个里面有放安，安非他命吃下去，嚯、哦，他塞下去就弄，特别猛，别人不敢超车，他都敢超，他看的那个马路跟人家不一样，人家是这样直直一条，他看的马路是这么大一条，所以他一超车，所有人都闪开，因为大家都不想死。可是问题来了，前面如果有一台台北要回去的，他也吃安非他命，两个人就对撞了，因为两个人的路都一样大。哦，同学，我现在讲这个让你知道说，这些化学传导物质在头脑里面会改变你的判断力。到了后来，他们用安还不够，就用吗啡。吗啡从哪里来？吗啡就是从罂粟花，让它流出来的那个汁，黑色的叫做鸦片。鸦片把它纯化以后变成吗啡，吗啡就是我们医院里面在你止痛的，你开完刀啊，还有肾结石很痛啊，这时候医生就给你打吗啡，把吗啡再纯化以后就变成细盒啊，我说海洛因、白粉，
这些都是毒品，这些东西就是在头脑里面运转，让你爽得一塌糊涂，你就爽了呀。因为你用了那个以后，你就不想任何竞争都不要，也不要读书，也不要有钱，打上去，就爽了，就爽，不然爽啥？